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志工早会，我是潘培金。商人行脚到各地亲自岁末祝福的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可以跟各地的金丝弟子相见了。在高雄金丝堂呢，就有七位高龄啊，平均年龄是到85岁的这些志工们，他们呢被称为法华坡七仙女哦。这七位啊可爱的这个阿嬷们呢，其实每一天都把金丝堂当成自己的家来付出，就好像是回到自己的家里面，把家里清扫干净，迎接的大家来到。而且呢，他们还组成了读书会，希望每一天都可以不只是做福田来付出，也能够透过文法来共同精进。而我们呢，在这样子的温馨座谈的过程里面，其实金丝弟子们都跟大家分享着在疫情期间里面他们的投入。在高雄的线上读书会啊，在疫情期间不只是不停播，而且呢还有线上的英文翻译是同步进行，让海外想要能够一起精进文法的人也可以共同的一起在线上云端相会。而且在过程里面呢，其实整个的主题是包罗万象啊，不只是从素食，从企业家，从大爱台，甚至是从一般的年轻人，各个角度，各个教育的这样子的路线来出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透过不同的角度共同走进的是那个文法的菩萨道。而事实上呢，这一次不一样的是，在屏东的岁末祝福也是在高雄举办，所以啊，远从小琉球都来到了现场来参与岁末祝福。而在画面上面您看到的是我们慈济的希望减灾希望工程，这些校舍因为有慈济的援助，让孩子们这些学子可以安心安全的上课，所以减灾希望工程的五所的这个校长也来到现场，他们就很温馨也很感动的说，事实上慈济带来的不只是一个安全的建筑物，更是把无私奉献的爱带进了他的学校，带进了他们的社区。其实商人不断地提醒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疫情状况底下，大家更要警醒是大灾教育，人也要推溯如溯，从自己做起，更要跟身边的人共同呼吁。我们接下来要透过画面带您一起来看，在高雄这群年轻人是怎么样透过做素食这件事情，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吃素的好处。期待也很紧张，可以做菜给上人吃，特别兴奋吧。这么早六七点就起来准备了，知道上人今天也有来，对，觉得还蛮荣幸。带着紧张心情准备餐点，普罗旺斯炖菜，蔬果为基底，连酱汁都是天然手做料理。它搞纲是在于每一道食材，它除了要分别的切炒摆列起来烤，前置作业是非常多的。学徒他要当成厨师的时候，主厨都会教他做这道菜，摆上去有没有塌掉就知道自己是不是大厨了。手工菜不简单，连卤味也不一般。东山鸭头是像，可是我就是先卤后炸。一起盛盘的还有超级食物，台式天贝料理，有着综合大豆蛋白的香煎美味。我们做的天贝比较没有一些发酵味，今天主要是用煎的，撒一点香料粉啊，就很赞了。是我们办了好几次的素食市集，那跟这一些素食摊商真的是从摊商变成好朋友的。到底在第一线社会上是怎么用他们的美食来推素，大家都拿出自己的绝活。现在素食其实原来可以做的这么的多元化。我们去年致力于推素跟推环保，加起来就是在我们今天的料理里面呈现给大家我们去年一整年努力的成果，这当作是一个成果展。高雄静思谷队找来素食摊商好朋友，准备上人与随师餐点，展现素食的无限可能。今天看大家也都是蛮上手的，没有手忙脚乱，要规划什么时间要做什么，才不会去乱掉一些程序。打鼓的双手勤做环保，力推蔬食，在蔬果的排列组合中亮丽盛盘，舌尖上的美味无远弗届。从年轻人的角度出发，更可以感觉到蔬食可以很创意、很营养又好吃。而且呢，事实上这些摊位他们平常啊都有在运作，在七月吉祥月的时候，更是共同的来组合成蔬食的市集，让大家可以共同感受到越来越多人一起加入吃素的行列。而事实上呢，在高雄的团队也非常用心哦，他们为了让大家方便吃素，他们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总共呢在
9个州次里面呢、他们就邀请了11家的这个素食餐厅来做什么呢？来做素食便当，而且啊，就送到了109个机构团体，像是警消啦，或者是老人基金会啊、社福团体等等的。而他们分享这些素食便当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营养又好吃，所以啊，11个餐厅的老板里面呢，不乏有这个知名的法式料理店哦，但是还有就是转述的这个日式料理店，原本是做荤的，但是听到慈济在推动素食，他也开始把自己的这个餐厅转型变成素食的这个日式料理。这些大厨们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在跟慈济人们互动的过程里面，他们也愿意用他们的专业一起来贡献那份心力，让更多的人愿意一起加入吃素的行列。而且呢，在这一波的这个推动里面，大家可以知道，要能够学习到这个如何来做素食，其实啊，很多人都很苦恼。所以在花莲也有一群很用心的慈济志工啊，他们就固定啊，现在已经上传了超过50集的这个食谱哦，每天就透过录影的方式直播，告诉大家怎么样做好吃的素食。而这样的食谱跟教学带还上传到网络上面，让大家可以随时搜寻，就是希望让大家觉得吃素这件事情门槛很低，只要心念一转就做得到。接下来要跟您一起来看的，也是在花莲这个推素的场域很特别，就在监狱，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带您一起来了解。2016年那个时候是比较扩大，因为我们有读书会，我们要入金藏当中，我们是渐进式的让他们知道说茹素的重要，做体内环保的重要。我们进入花莲监狱的时候，我们就用团队制的在一直在推素。我们在这里推素，就用平常心来带他们。比如说，我们一莲师姐她的强项就是做剪接，她会把很多的一些影片都提供给我们。那我们在课程上，我们就会播放。那我们在做群教的时候，我们也会用我们的月刊，用我们的上人开示，用天神的心来祈祷。上人有讲过了。我们要有慈悲心，我们去试想一下，每个动物都是有灵性的。如果你在宰杀它之前听到它的嚎叫声，你还杀得下去吗？那你每餐吃得下去吗？不要因为这个口腹之欲，然后跟众生结恶缘。这是我最大的动力啊，吃素的动力。锦芝师姐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呢，哈，是一个很重要的灵魂人物。为什么？因为她懂得剪，我们懂得说，那玉莲懂得剪，所以我们就共合起来，我们可以做推素大使，让他们知道说，原来其实吃素是很简单的，没有很困难的，不是像人以前阿嬷讲的吃就咸而已，其实素食很重要，而且是很澎湃的。最近来讲，就是我们学生队有一个鱼池，那结果有一只鸟把它叼上来，把它戳死掉了。我就看到就是同学的慈悲心，他竟然跪在那里帮他助念回向，还挖一个洞把它埋起来。那我就觉得说，看到了什么？看到他的慈悲心上来了。两位，两名，三、四、六，开动。动物与人都有一样的灵性跟情绪，因为我们的口欲，然后宰杀会造成一些怨气。我们人也一样，我们不情愿做的事情，人家一直逼迫我们去做，我们也一样会发出怨气。这怨气会造成你骨负能量。
志工的用心，它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非常细微的，这种感动是让人家最深刻的。他们在为这些同学去付出上课，还有关怀，无论是他们的一个家庭的一个部分，修复家庭的一个关系，这是让我最感动的。什么叫做大爱？是无私奉献的爱叫大爱，是重要，是我们把爱传过来。阿玲，就是有送那个电视给我们监所，那边也都提倡那个吃素食的，多少要影响到我吧，会想说，哎。身体好了，然后就会想说吃肉看看，哎，可是后来就是会自己想要就是坚持下去，就是继续吃素，就如同你在关心你妈妈一样。那他要你，即便说一千个人，我可以拉到一个人的手，我们这个团队绝对不会放。让我坚持下去的，就是上人说的，对的事情做就对了。我如素，请你们一起来看到刚刚画面上的那一句，真的让人能够撼动自己的心灵。事实上，每一个人只要转一个念，做出相应的行动，每一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的身体，也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益处。今天在凤山就有一群志工，虽然因为在当地这个建筑的关系，有很多的这个建筑工地的这个菩萨们需要他们照顾他们的胃，所以不只是端出营养好吃的素食，更是在夏天送上冰凉的毛巾，在冬天送上温热的毛巾，让他们好像比在跟家里的人相处一样更自在。还有这个在当地的这个工地的菩萨就讲到哦，事实上啊，在外面有时候啊，一个便当啊是吃不饱，但是在慈济这边真好啊，每一餐啊都可以营养又美味，有水果又有各式的餐点，让他可以吃得很饱很舒服。其实都是上人说，用心的每一个当下，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把好的观念、善的观念带给更多的人。而同时呢，我们也来带大家一起来同时的关心是全球 COVID-19 疫情最新的状况。目前全球的这个数据啊，让人看到是心慌慌，有9066万例是确诊的，而且呢有超过了2200万例的这个死亡人数哦。而在这个这么多的国家里面，其实啊，这个美国啊，它就已经接近2300万例是确诊，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其实就是相当于台湾全部的人都获得了这样子的一个疫情。其实看到这个数字是让人感觉非常紧张的哦。而且呢，现在甚至有3个州是有变种病毒，这样的一个传染速度是更快的，所以其实人人是拉上了这样子的一个心灵的警报。就连像印度这个大国，有13亿的人口，但是他们的确诊也超过了1000万。在这样的一个疫情拉警报的状况，让人不断的提醒，也唯独从每一个人的心灵开始改变。我们希望能够重新开始，不断的是有福的人就为苦难的众生来付出，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从饮食开始共同来如素，更不要忘记要时时的来祈祷。我们接下来要透过画面带您一起来看的是，当疫情的过程期间，慈济人慈善的脚步也不停歇，一起来为他们来做纾困的动作，带您一起了解。新冠疫情下，年轻人的时间，年轻人的力气，您何成一股坚定助力？我被感染了，我说，今天早上比较出去买，早上六点才过，早点出去买，我说，因为我老公给买是营养补品嘛，然后朋友啊，营养买来吃，我然后。啊，人们都感染，原因人家说，啊，不被感染嘛，是不是确诊嘛？确诊你，确诊你的好，那等老师确诊你啊的，不少我这边进一步上上过几张。一个月前刚摔伤脚的慈济职工吉吉米拄拐杖也要付出。你路前面有马，我边你啊不？哎妈嘞哩，等你上来到来呢，前我得到了，我也弟弟伢哩呢，弟对中哩呢，弟不拉一单中伢哩呢，都是谁在丢？你顶别个嘞？
体格精实的居民自组搬运队，协助同村老弱妇孺把大米扛回家，得到的缅币500小费相当于新台币10元，他转手捐出。这份有心让很多人起而效尤，纷纷捐出扛米小费。疫情让生活困顿，但爱不为困。其实这一波的疫情直接冲击的就是经济了，因为有很多可能需要透过防疫的措施必须要锁国封城，但是直接冲击到的就是人民没了工作，其实经济就非常拮据，甚至有很多的贫户啊，他们是去了工作之后，很多的人就等着挨饿，只是不知道自己的下一餐饭在哪里，所以慈济志工就在这个时候送上的是这些纾困的物资。像在玻利维亚这个地方呢，这是天气啊是很冷，但是在耶诞假期的前期呢，我们的志工就送去了这个防疫的物资哦。这些物资里面有防疫的东西，更是有很多的这个食用的物资哦，可以让他们好好的过这个假期。其实拿到的这些民众们心里面都是非常的温暖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可以平安健康的跟自己的家人过一个好的假期，团聚的过程里面更希望能够肚子不饿，能够自己的孩子健康又欢喜。其实慈济志工在这样子的一波疫情的过程里面，我们都不断的关注的是这些照顾户，希望能够提供给他们的是最需要的部分。其实上人也不断告诉我们，大灾教育，大家人人都要能够戒慎虔诚，不要放松那个心灵的警戒，但是也不要忘记，只要有福的人也要能够时时的送出心中的那份祝福。我们接下来透过画面恭敬聆听上人开示。我最近这天天在会客室里无时不说法，无时呢不呼吁的，这一波的疫情，人人呢要提高警觉。当然气候啦、寒，或者是你变真紧，唔通去刮掉，不要感冒，这是自己要预防。而且呢，吃物件足重要诶，要断食物链。要练什么？那呢，可以啦，跟动物分食，把它练住了。我们断荤从素，那就安全啦。素是五谷杂粮，过了过我们的营养有够啦，所以我天天都说要忏悔啊，我们向空要忏悔啊，那天天起心动念啊，不知道有多少错误的观念，虽然没有成型做出去，但是呢，也要赶快起一个念头，就要自我忏悔，要才能压制了凡夫的意念。那意念压上去、压下来了，要起一个善念。善念不只是不贪，还要付出。多少穷困的国家，苦啊，饥饿啊，我们要如何去付出啊？长期的也有，像印度有修女会啦、神父的，他们所组织的在安抚当地。我就说我们呢要用感恩心，我们走不到的地方有神指人啊，不管什么款的宗教，因在某一个地方要开始爱去发挥
他的善念，我就说借力使力，他们缺乏的是物资，我们缺乏的是人力。在那个所在苦难人，我们伸手救不到，我们没办法去到那，他们人在当地，但是苦无物资，所以他们借重我们的物资粮食，我们借重他们的人力付出，所以借力使力，要说感恩，真正的天天感恩，哪怕你在付出，也要时时感恩，因为呢，苦难人呐、啊，成就菩萨，菩萨所愿，缘苦众生。各位菩萨，我们再也不要太浪费了。有三顿好食，两顿好食，我们就要感恩呐、啊。有的人呐、啊，明明都到厝啊，唔等于出家饭。都爱搁再招去吼，餐厅去大食大啉，那是剩落来呢厨余。台湾呐、啊、是全球厨余最多的，足偷济，这我们足烦恼的啦。偷济过头吼，都会惹来啦，种真正的共业，真正是吼。很担心，各位菩萨能听到的就要做到。师父讲的话，大家都要好好的记得，还要心脑铭刻。超过13亿人口的印度，事实上这么多的人，但是在当地并没有慈济的组织在当地驻扎，要怎么样去协助纾困呢？所以我们就跟当地的这个很多组织共同来合作，来发这些纾困的物资，包含了有天主教的教会，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藏传佛教的寺院，以及德雷莎修女啊来创办的这个仁爱的修女会。这些灵医会、修女会还有藏传的佛教寺院，在印度的各地都有这些服务的神职人员，还有这些我们的出家众们，他们因为能够接受到了慈济这边所提供的纾困物资，他们平常就在服务乡里社区，所以特别知道哪里人有这些需求，拿到了这些物资，能够亲手的去抚慰这些需要的民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其实大爱是跨宗教、跨种族与跨国家的，而在过程里面呢，我们也分享了，其实这些物资是来自于全球人点点滴滴的爱心，所以他们不只是由他度、自度，还度人，开始跟大家分享这些爱心的来源。所以有很多人虽然贫穷，却能够付出自己的一份心力，这就是上人告诉我们，大灾教育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爱人的人间菩萨。也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志工早会，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有你的祝福没有过不去的